这两个人就这样消失了，也没有人再找他们。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。福生，不要给我找麻烦，好吗？ 好吗？安眠药，还在运沙，这么累，怎么会失眠呢？怪的东西！你以为他们死了吗？那你以为他们还活着吗？ 看那边的小灯，我在想，我刚才要是游过去，上了船，就可以离开这儿了，不用签证，也没有边境，就是真正的自由了。